咁因為咁啱有朋友去旅行啦，跟住再加上我都好耐冇放過假，咁而家又即係翻香港隔離七日啫嘛，咁又可以同朋友一齊隔離，咁我覺得咦去滯得過喎，咁所以就去咗呢個旅程，咁好開心嘅，我係叉足電咁樣翻嚟，咁所以翻到嚟個狀態我都覺得好好咯。我本身好喜歡陽光與海灘，好喜歡大自然的地方，還有我去旅行都很少去大城市去 shopping， 我不是那種旅行來的，就是我喜歡去放鬆一下自己，接觸一些大自然，還有去即令自己放鬆一點，所以變相今次的旅行都是一樣，好像去南丫島一樣的，我都是選了一些海島的地方，都是度假咁嘅 feel， 咁同朋友，但我哋好忙嘅，我哋每日做好多嘢，我哋安排咗，譬如去啲越南坐嗰啲船啊，嗰啲一個碗咁樣型嘅船咧，跟住佢會咁樣轉，我影咗好多相，我未鋪嘅，慢慢嚟，跟住同埋去咗一個好靚嘅 resort 咧，佢係唔俾用電話嘅，即係你真係喺嗰個 resort 入邊咧，你係要完全放鬆享受當下。其實我發覺。現在大家太依賴電話了，反而即你可以放下電話，好好地跟朋友聊聊天，看看周圍的風景，甚至吹下海風，這種放空其實都是對自己那個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recover來的。